风云时命看，男儿当自强。坎坷的路漫长，要敢挺直看远方。丹心记在戎马上，护卫乾坤在疆场。万水千山险关恶阵，全当游戏一场。红中无语英雄泪，梦在心中盼朝阳尽难绝。爱恨苍天的胸中壮，为苍生共担当。今天的攻城打法，十天也攻不陷城池，即使攻陷了，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元帅，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，全力攻之？突破口？行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？东门。您忘了，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。东门？好，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，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。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，以保存我方的实力。我和徐将军、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五千，专捉狗皇帝。此计甚妙啊。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。好。报报告元帅，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。哦，这么快？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？还有半日路程。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，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？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，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，只要我军不攻城，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。再探。是。薛丁山此人可畏也。哦，军师这是何意啊？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。怎么讲？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，他满口答应，并信守承诺，赢得了民心。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，他已有姿态在先，与他无可挑剔，这是理。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，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，抬脚即到，并不影响大局，这是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，实属仁义之事。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，就有如此深谋远虑，岂不可畏？大师所言极是。哎呀，行了，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执掌别人的威风，灭我自家的志气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，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，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。元帅息怒，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，并无他意。我告诉你们两个，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，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。说说吧，该怎么办？说点我爱听的。以贫僧之见，眼下只有两个办法。一是明早提前攻城，让王奎山极力配合，一举拿下，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，便被动为主动。
若捉了狗皇帝，那便大功告成了。哼，此话我可爱听。那第二呢？若不能一举拿下，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，防守二路军的攻击。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，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。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，那势必腹背受敌。嗯，此计甚好。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魁山吧。是。站住！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。请稍等，容我禀报一下。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。传令下去，让将士们好好歇息，做好准备。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是。报。报告元帅，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。啊。快快请进。是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元帅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樊姑娘到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师妹，又有何事？师哥，我是来向你请罪的。请罪？何罪之有？我真没想到，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。今天早上我一走，他就立即攻城，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，让你贻误了战机，当然有罪了。师哥，我愿意受罚。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，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。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，来回奔波，已是仁至义尽，我薛丁山十分敬佩。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，也是以逸待劳之举，并无贻误战机，你不必自责。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，令师妹汗颜。军师，王魁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。现在看来，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，蜀军急于攻城，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。报。军师，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。好啊，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。军师，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？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，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，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。周将军，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？已经全部完工。好，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，等二路大军一到，我们出城夹击。两位听好了，传令各位将领，速到大厅听候调遣。是。王魁山，今天你立下了大功一件。杀！停！坏了，中计了，快撤退，全军撤退，下。报告大元帅，曹军的二路大军离锁阳城只有20里了。什么？反我的令，全体撤回营区。是。走。下。下。
主将罗章，末将在。副将秦英，末将在。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，车自骑为号，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，听号炮一响，杀入西营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主将窦一虎、黑成兴、程千中，末将在。命你3人率50000人马，车自骑为号，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，听号炮响起，杀入南营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。是。徐爱卿，你就发令吧。微臣遵旨。我300000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，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，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，我们将兵分4路策应。程铁牛王成在。命你两人率20000人马，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。得令。江湖陈小四，末将在。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西门，杀向敌营接应。得令。御史浩怀、王鹏，末将在。令你两人率20000人马冲出东门接应。得令。得令。周青，末将在。你率领8大御总兵刘成护驾。得令。皇上，未时请登上东门城楼。登城楼为何？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？让朕想想。你说的可否属实？女儿所言句句属实。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？是的，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。爹爹，我想你一世英明，就不要再追随舒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，还加以辱骂，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，实属我家门不幸。爹爹，你怎么是非不分，黑白不变呢？住口！不要叫我爹爹，我没你这个女儿。反了反红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老爷，孩子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你就饶他一次吧。你也给我住口！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。反了反红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，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他。走吧，妹妹，别惹爹爹生气了，走吧。女儿不孝，还请爹爹多多保重。梨花，梨花。两位兄长，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，不要再跟舒宝同同流合污了。你还在这胡说八道，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？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，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。罢了，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。娘，女儿不孝，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，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。女儿啊，娘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知道了，娘。你们都回去吧。妹妹，你要去哪里？锁阳城。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？你去锁阳城干什么？
徐爱卿，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？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，罗通为国捐躯以后，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。你看，手握提罗枪者应该是罗章，那员小将应该就是秦英。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？哦，启禀皇上，信中说啊，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，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，女的叫窦仙童，她是如花似玉，已跟薛丁山成婚了，而男的叫窦一虎，他个子啊却是武功超群，想必就是此人呐。呀，怎么了，徐爱卿？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，好像是敌军接天关的守将黑成星啊！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田中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，听说他的武功长进飞速。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？论武功，那不知强多少倍呢。程老千岁，你再次列阵，我等奔东营去了。英山呐，小心，去吧。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？啊！你就是孙德？正是。汉贼孙德，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？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！砍枪！这罗将军，末将在。时候已到，传令打开四门，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。得令。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，怕是胜过其父了。皇上，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，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。哎，皇上，快看那边！这就是那窦一虎吗？正是他。叛将速速报上名来，
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。雄虎将军葛天定，威狼将军杨芳。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，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，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。来，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。慢，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窦一虎。哦，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窦一虎啊。我呸，我吐你呢。别看别人，山贼怎么了？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。再说了，现在老子改邪归正，这不是黑成星黑将军吗？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？请问杨将军，一个叛字怎讲？这还用问？像你这样背叛大王、背叛元帅，这就是叛徒。那我请问，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，现在却兴兵造反，攻打朝廷，这算什么？答不上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才是真正的背叛，最大的叛徒。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，少跟他啰嗦。杀！杀！杀！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？他就是接天关守将黑成星。据说这次是他献关归降的。好，太好了。凄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，那就更好了。将，将，将，将军。来者可是薛丁山？正是本帅。哼，果然是你。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何必前来找死呢？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，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？叔贼，你给我听着，本来太平盛世，你却不安分守己，兴兵造反，祸国殃民。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，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，你速速受俘，我禀告皇上，或能免你一死，否则你难逃活命。放肆！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，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。杀！杀！杀！元帅薛丁山。对，正是薛丁山。好啊。这舒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？舒宝同确实武功高强，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。有此等英雄，这乃是朝廷之福啊。你刚才说这女子
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？正是，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。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，这乃是国家之幸啊。是啊，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，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，真乃大唐之鸿福啊。爱卿所言极是，这些年轻人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，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。皇上英明。不是鬼了，如果你马上就要变成鬼了。哪里跑？别追了。为何不追？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，救驾救父要紧，快走。诏曰：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，特令其先回帅府，令其父子团圆。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将军，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，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。恭迎老千岁，恭迎二路元帅。娘，二娘，银环呐，我们到了，终于到了。银环呐，你们回后堂歇息吧。啊，我和丁山先进去。好。见过程老千岁。祝将军，我爹怎么样了？
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。周将军，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，说是慢慢会好吗？啊，怎么又昏迷了？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，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，现在还不至于致命。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。是啊，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，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，手脚也动了一动，后来就又昏了过去。既然有醒的时候，那应该是个好兆头。丁山呐，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？那不妨就试一试吧。嗯，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，效果会好一些，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效。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。好。嗯，开门。父亲，孩儿来了，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。丁山呐，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？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。哎呀，上天保佑吧，贤侄快快醒来吧。哎呀，撤撤。雪丁山，为什么老天祖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？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，也不知胜负如何，真是叫人焦急呀。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？父亲不用着急，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，再说元帅手握雄兵，应该可以稳操胜券。是啊，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。但愿如此。按常理说，两方兵力相比，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小姐回府。爹。妹妹你从何而来？锁阳城。那儿战况如何？全军覆没。你说谁全军覆没？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。哎，难道还是朝廷不成？这不可能，你在胡说。爹爹，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，由不得您不相信。那元帅呢？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，口吐鲜血，孤身逃跑。爹，你是不是帮了朝廷？我没有，也根本用不着我帮。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，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地收入囊中，他手下战将如云，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，舒宝同不败才怪呢。我的老天哪，老爹爹，爹爹爹，不要我西凉啊，不要我西凉啊。爹爹爹爹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。你给我住口，再说我就杀了你。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，这种时候还气爹爹。樊虎，速点五千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。樊龙，你留守关口。哼，爹爹爹爹，是识物者为俊杰，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，三思而后行吧。男人的事你不要管，老老实实给我回骊山去，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。爹爹，
报告元帅，樊将军和两位军士来了。见过元帅。樊将军免礼。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，让元帅受惊了，实乃是罪过呀。此乃天意呀，这怎么能怪将军呢？请元帅到我寒江关休养生息，疗伤如何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元帅无需这样丧气。是啊，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，再与朝廷一决死战。哼，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，拿什么重整旗鼓？这还有我们呢，元帅。哼，樊老将军，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？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寒江关吧。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？我是真的不甘心呐。那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，大家可都看着你了。元帅，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，不知你觉得行不行？说出来听听。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，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，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，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，然后再下山。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，再与朝廷一决高下，想必稳操胜券。说得好，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，重新夺回锁阳城，把薛丁山碎尸万段。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，惑就是选择的意思。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，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，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。师父，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？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，这种人就是智者。智者胸怀坦荡，视野宽阔，心中有判断，有定力，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，比常人要强得多。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，这是孔子的话，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，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，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。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，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，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，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，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。一定要注意修炼，在内心做到仁智勇，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，无往而不胜。徒儿明白了，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。上天啊，求你保佑，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。娘，我去看看爹吧。金莲呐，这里不比自己家，不要到处乱跑。我知道了，二娘。那我出去走走啊。进来。怎么样了？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，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。那现在多久了？哎呀，已过半个时辰了。再等等吧。
老千岁，皇上传我们过去。丁山呐，你在这儿守着，我们去去就回。哎，走吧。还不行啊，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？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，但是仁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，恐怕一时难以治了。那可怎么办呢？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别的办法是有，但是找不到，所以等于没有办法。什么东西？仁贵中的是极寒之毒，而九阳神珠是驱寒至宝，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，仁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。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，上哪儿能得到呢？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。哎，走，见皇上去。哎，挥金梳妆。